先把这个鸡呢焯一下水，这个刀鱼呢已经洗干净了，这个是前段时间去码头买的，特别新鲜，比市场买的要新鲜，它那眼睛能看起来更亮。炒了一个莴笋，然后炖了一个刀鱼，炖了一个鸡，让儿子先吃吧，他爸爸下班晚。好不好吃儿子？好吃啊，好吃就多吃一点。你下班了，给你做好吃的了，赶紧吃饭吧。怎么了？你再别去弄那个东西了，行不行？啊？吃饭了，快点的，今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别接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说说你，整那个东西天天打磨，又弯又整的，弯上手了吧？太整了。